哇，远哥，这太大个了吧？怎么样，够咱们吃了吧？我直接住你家算了，天天吃好东西，省出我包了还。地上的小青龙吃起来肯定过瘾。大王，我让远整了一盘的小青龙，咱们呢先把它清洗一下。今天呢，咱们做一个麻辣小青龙吃。这个须子太长，把它剪一下。准备点辅料，葱姜蒜，切点干辣椒节儿。小伙伴，今天菜走得快，咱们先去玩喊活谁了。行，走。今天咱们喊白的喊啤的，只要这菜硬，喝啥都行。那咱就喝白的吧。上次喝白的，直接把我喝倒了。跟你说的，白海药是新钙片，这里边有超一百倍高精粹水飞几冰，还有50倍葛花和25倍姜黄。哎，我瞅瞅。哇，元哥，你这升级装备了。这节目是真接不了，怕指标高，这不得想点办法。正好一会儿试试啊。咱们现在把这个小青龙炸一下，锅里先烧点油。油温已经好了，把这个小龙虾炸进去。锅里倒入底油，放葱姜蒜炸香，麻椒、香料、干辣椒，炸香以后放入郫县豆瓣酱，再来一块火锅料，熬出红油以后烹入生抽，添入清水，汤里调入盐、鸡粉、白糖。开了锅以后，把这个汤熬一下。把炸好小青龙放进去，煮个3-2分钟以后，就在这个汤里边泡一会儿。小青龙呢已经泡好了，咱们现在把它盛出来。我这是真香啊！这菜怎么样？太震撼，等不及了都啊！这肉真肥，来点料，哇，相当哇塞啊，太满足了。哇哦！蘸点这红油，爽爆了，南坡肚，太充实了。来来来，别光吃，来。走一个来，赢得菜赢得，这好菜就得配着好酒。好嘞，今天咱们不醉不归，多吃菜少喝酒。来来来，一人来一瓶，保护我点。来，喝酒啊，应酬啊，都备着点。是啊，如果一饱啊，保护好了，咱们继续吧。继续继续，接着弄，一下我把里边拧出来了，是吧？做菜，还惹滚，滚，比走一下滚。翻滚吧！哇，贵不贵的道理啊！来来来，接着哎，五厘干。今天吃着了啊，一只100多呢。咋，这得顶多少个小龙虾啊？啊，来吧！哇，又麻又辣，过瘾啊！元哥，感觉没吃饱，我再给你们煮点面。咱这是海鲜，海鲜不够，方便面来凑啊。好，真香，海鲜味的是吧？又麻又辣。咱这是又吃好又吃饱啊。